艺术家李明维的作品如实取景，透过文化部驻纽约台北文化中心协助，将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恢复开放后的第一档表演节目。受到疫情影响，演出不会有观众进场，只能用线上直播呈现。在这种环境下演出，对舞者来说是相当特别的经验。其实我们不能有 live audience 啊，在这个整个空间里面，它一定会影响到 dancer 的这个心情跟他的表演的整个态度跟美学，所以我也是非常期待。李明维这次与美国知名编舞家 Beauty Jones 合作，邀请九位现居纽约的表演者分三个演出场次，舞者使用扫帚挥洒地面稻谷和自己对话。扫把跟那个米，那团米也真的让我不会去想什么，就是它某种扫的声音跟那个图案，扫出来的图案，然后整个氛围其实真的让我完全可以有一个时间休息的感觉，休息也休息。不管是从东方的哲学，再加上他邀请了 BT Jones 这个美国很重要的编舞家，加上了纽约当地的人文关怀，不仅是跨界，而且是蕴放了台湾这种多元包容的性格，尤其又有台湾的舞者加入，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事情。九位舞者包含各族裔、性别和体态，象征纽约多元的缩影。李明维期许舞者和自身忠实对话，舞出和别人截然不同的舞蹈。